凡，台湾族人，出生在屏东县山地门乡青山部落，代表作品为《老鹰再见》，擅长文体式短篇小说与散文。我的部落是比较现代，青山的，我的古老的，接收古老的排湾族是在来伊，应该是这么说，是在来伊乡，啊，在来伊村，从我是比较深根在那个地方，因为那边是，因为我们青山是已经是新兴的部落了，没有回到过去的那个旧部落。可是我在来伊时，我回到旧来伊，然后跟巫师、跟祭师、跟头目、跟那边的老人家一起唱歌，他们讲故事，就是好像俨然我已经变成是他们的孙子、他们的孩子一样。一豹虽然在青山部落长大，台湾族的文化养分却是来自来伊乡的来伊部落，不过他的书写却是很早就开始了。我在小学就开始会写，那小时候写，可是就是会的中文不太多，就会中断。可是那个想法就会很多，我会自己会创造一些什么情景啊什么，然后就可是发现我写的东西都是关于部落，关于生活。一直到国中的时候，因为那时候那个同学们都会比较歧视，那学校老师也会，因为通常他们就会觉得啊，都是课业跟不上，课业跟不上的学生，通常都老师们啊都会就是放弃你。那时候我就写了一篇文章，然后投到我们那个校刊，他们就会觉得，这个还有原住民会写东西。阅读与听故事是一抱记忆的开端，不论是听妈妈说故事，还是听部落老人家说故事，这些都可以让他驰骋在无限的想象空间里。我喜欢看书，就是从小就会有那个阅读的习惯，就是没有人逼你啊。可是我就是很奇怪，就是小时候就会回去一放学就把书包放着，把我的那个书桌一打开，然后就坐在那里开始写功课，还是小铅笔，然后开始写，就是。然后就会念那个课文，念课文，来念给妈妈听，这样，然后来讲学校的事情。我觉得最大的原因是，阅读这件事，或者是听，就是说听妈妈讲故事，听老人家讲故事。比如说一堆人在喝酒，就在旁边这样听啊，就是听到很多以前的故事啊。求学阶段告一段落后，一豹到了中央研究院工作，与排湾族传统有了更深层的接触与启发，让他认识了真正的排湾族。那是我在中研院之后，在去做田调的时候，到来伊乡，来伊村，去他们最初的部落。去复原他们的那个以前，应该是说旧来意，然后也去走了旧鼓楼，对，就看到过去原来排湾族人的生活的面貌。
刚往生的那个高头目，他带我们去，因为他过去他对，因为他是头目嘛，所以他带我们去他过去的那个旧来意，一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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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跟我们讲，这一家是什么之家，比如说地震之家，这一家是什么生长农物的那个之家，然后过去还有什么，还有比如说我们是有地界地下，除了我们地上的人还有地下的那个生活的人这样。我就觉得因为我看到了过去的那个面貌嘛，然后在他在诉说的时候，哇，那个真的 很震撼。在与头目巫师祭师的学习过程中，带给一报巨大的震撼，而他的书写始终未曾停止，只是到了这个阶段，透过扎实的田野调查，传统文化更深入了他的内在，于是产出一篇篇精彩动人的文章。然后再遇到这个再来遇到那个那位巫师，他又在记，因为他在比如说治病的时候，我都是一直跟着他，对，就是好像他的徒弟一样，他到哪里我就跟着他的行程来这样走，所以也是亲身经验的去看他怎么去做仪式，然后怎么替就是一些痛苦的人会到他的面前，就是帮他请求他帮他解厄解梦，类似这样子的。那他就会一定用记忆嘛，唱一些他的比如说咒语，那就我就一句的，因为用解罗马拼音用记的，就是回去之后我就听把他所唱的一句的记录起来，然后我再回去问，记录好之后再回去问这一句是什么意思，这一句因为我会讲这一句是什么，这一句是什么，他就会解释。就觉得台湾族人怎么这么，他的历史观、宇宙观、人观，人跟动物、草木跟土地，实在是只有这些老人家能懂，所以你才会理解他们每一天的生活，他们怎么对待人。你要从语言里面才会去进入到那个很深很深的那个台湾族的最深的领域，对。所以那个是我那个在中医院这十几年，我那给我很大很大的那个震撼，很大的教育跟教导，对。那我这些朋友们呢，就是老人家的朋友们呢，都往生了，都没有了。一报对于人生有着自己的步骤，中研院令人心羡的工作并未滞留他往前的步伐。在中研院十几年之后，一报毅然地决定离开，往下一个阶段迈进。老鹰再见这本书正是结合这两个阶段而出版的著作。它应该说是我生命的另一个出口，对，就是因为我就是知道了这么多台湾族，那都在头脑，当然也在我的生命里面。那可是因为我在中研院十几年了，那我觉得我的人生的一个阶段也应该要结束了，就是我收集也差不多了，那就像你就是要下车了，下车然后再坐另外一个车子，再你到另外一个人生的旅程。所以因为幽人神谷他们也在山上嘛，那我也是山上的孩子，对，所以我就想好，那我来应征了，对，比如说打太极啊，太极武术的训练，
甚至打坐、禅坐，然后我们还要跑山，这些都是做预备。那最主要到最后呢，就是认识自己，对，你是谁，我是谁。那我是谁不是说啊我是排湾族，好，我是 我的名字叫一八，这个是我祖先，不要，不是那个，可能比较更深的去探讨你的这个生命的议题。对，那在右也是一样，所以那很重要的是说，你上台之前你怀了你是什么样的心，就是我要给观众什么让他们看到什么听到什么。所以我们不是打那种热闹的，很热闹然后充满了那种肌肉，我们要不是，是要往内看的，凝视自己，然后在鼓声，在那种比较撼动的鼓声里面，可是观众可以听得到那种宁静的声音。请听自己内在的声音。一抱越趋成熟，也因为幽人神谷的关系，他开始接触到公益活动，彰化监狱南投亲爱国小的击鼓教学成为他出国表演之外的固定教学行程，他的眼睛看到了更多的故事。就是他的环境，主要是环境，小孩子的环境，就是有一个，因为父母的关系都要，他们都在小时候都在台中，因为父母都要打零工嘛，他没有时间管他。然后他小时候就，上学的时候，老师就是念不好嘛，主要就是书念不好，又是原住民，长得黑黑的，就开始会被笑嘛，被同学们笑啊，都是平地的同学啊。那他小时候就是，他说他们是住那个三合院，住三合院啊，有一边是也住给平地人，是平地人住。那地每天都非常热闹。那父母去工作的时候没有人管了，他就不过去，他就看着人家在干嘛这样。那些哥哥们呢，就会看他每天来就啊，给他去买槟榔。我去买槟榔，买烟，哦，买酒，哦，那个钱给你，哎，哇，怎么这么好？不上学可以有那个，又不会被老师打，又不会被同学欺负，而且他还有那么多钱，这些大哥哥们对他们那么好。后来他长大才知道那个是赌场，那之后他就跟着啦，他就有大哥啦，有个大哥罩啊，有一群小兄弟们啊，就这样。你要去买年货。我们准备有吗？你喜欢吃？对对对，有。老师，咱们年货你喜欢吃什么？年货你喜欢吃什么？你们有什么？现在有蛋糕，不要说，你要说你是说外面的年货你喜欢吃。里面的那些孩子本性不坏。没有人 一生下来就是那个，就是环境，就是那个说价值观，要用很大很大很大的力气把他们拉起来。对，他可能虽然这个是很长很长的路，所以他最关心的就是他的家人。他有时候看他闷闷不乐，我就知道什么事情。就会把他叫到一边，他说写了很多封信，家里都没有人回信，家里一定有事这样，所以那也会帮忙他，就是有时候他们要表演的时候出来表演，在这方面预防也很不错，就是说他们也尽量用尽，就是家人可以来看他们表演的时候，就是会请他们。就是他们会有一种被肯定，因为从小就是不被肯定嘛，他一种被肯定，家人，我的爸爸妈妈终于看到我在舞台上，哇，他们就会自己会掉眼泪，原来自己也这么有用的。
这些感动促成了一报新书的内容，从彰化监狱到亲爱国小，每一个孩子都感动到他，也一一成为他笔下的主角，甚至也影响了孩子开始动手书写自己的故事。有写到我的部落，部落贯穿到彰间，彰间，因为彰间有很多的同学是吸毒的，吸毒啊，有的是强盗或杀人啊。我的部落里面，我在我的小时候也有吸毒的问题，那在我的家里也是有，所以我在写这个部分的时候，就是彰间跟同学之间，还有我自己的看到的部落，做一个串联。然后小朋友的话，就是，就是看到，就是我只描述我跟他们之间的那些互动，然后他们讲一些，就是很多的好玩的事情。我们上次办间内办的静坐。十日课程，还有替我们每一个同学，就是静坐十天静坐完的心得，他帮我们整理，然后自己出钱，然后帮我们用一本，这是静坐那十天静坐的感想。然后有些我们有时候一年啊会有几次，就是上老师的课一段时间后，会写一些文章，就是说感想自己上这段时间上课啊，然后什么感想之类的，然后老师都会把它整理出来，然后就用在书里面。这些书写正在进行，一报利用工作闲暇之余努力不坠，并以生命实践。过去一报擅长书写的文体是短篇小说与散文。聊起现在正在进行的书写又是怎样的形式，他倒是给了有趣的答案。已经完成了，是在修改。其实这个作品都跟着我出国，就是就要带着他写啊。我到去香港接澳洲或是内观，也是偷偷的都在没就是要写啊，就是去印度，因为今年去了一趟印度，对，也是在印度里面，那个又是另外一个不同的生命体验，对，那个都来不及写，因为我都还在修这些。说什么形式呢？我也不晓得，反正就是写，对，就是写嘛。我比较不会去想是什么形式，就是写。那什么形式？怎么分啊？报道文学、散文、小说。比较不会去分辨这个。一分辨了，我就写不出来。没错，写就对了。在原住民族的书写里，或许何种形式已经没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写就对了。